健身房拍到短裤健身妹，超短裤看了让人好害羞。如果去健身房看到这个正妹，我一定一秒假装是健身教练去搭讪，我是说指导。例如这个手臂怎么拉呀，这个腿怎么摆啊等等，毕竟这样长相甜美又身材姣好的妹子不是常常看得到的吗？而且一身粉红色超短热裤，抬腿的画面也太让人害羞了吧。线条这么明显，害人家视线都不知道往哪摆。是说原来这是鸡鸡杀死林少鱼，也是拥有近170,000粉丝的漂亮妹子，长相甜美有如邻家女孩一般清纯可爱，身材却很火辣辣，而且又大方。每次看她的一照都会被辣一波，喜欢的人一定要去追踪，不然会后悔。